有任何情况，先告诉我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你找我。 现在是薛家堡的助理了，他平常的一言一动，还有其他信息的细节，我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是，肖敏良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想问什么？随便问。我看了你的人事档案，说你现在还没有结婚，那是真的吗？ 那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以前有，不过现在呢。哇，行了，米良，我问的就是你现在。跟你说了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还问。既然现在我们都是孑然一身，不如我们俩结婚。 结婚，我和你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心脏，活的。 是活的心脏，啊！让开呀！快让开！别挡着我！又做梦了啊？这回是抓小偷啊，还是救小孩啊？啊！<笑>哎，醒醒吧！啊！走！哎呀，又做梦了。 真是的，这回啊是个高科技项目，心脏移植手术，让我去送心脏。哎，可惜我差点就送到了。哎，走，走。哎，魏长，都来了。今天清仓货不分区啊，谁超热爱快递这一行，谁不怕苦不怕累，愿意加班，谁来，好吧？ 你次次都那么说，次次都给安康。我们也缺钱，我们也不怕累呀。看你的意思，是想和我比试比试，是吗？这几次确实都是给安康了啊，但是关键他家里不是困难吗？啊。这两个孩子，是我的侄子。 你们大伙儿干活挣钱，只要能让自己吃饱就行了。可是我辛辛苦苦的，还要养活这两个孩子呢。打住！别以为就你有。哎，看这个，我70岁的老妈，活干不动了，现在也得靠我养活。哎，你孩子有备而来。这个孩子，4岁了，是我小侄子。知道他有多可怜吗？啊？ 连双鞋子都没有，只能拿几张报纸把脚包起来。还有吗？还要。我妈感冒，药都不舍得吃，自己扛着就是怕药贵。看看我这两个可怜的侄子，每天晚上都会哭。 就因为爸爸妈妈早早去世，撇下了他们两个，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啊！还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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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吧？没了吧？没了。怎么样？还想跟我抢这批活吗，老蔡？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啊，都散了，啊，该忙忙忙什么吧？哎。